Nice. Adbox. Yeah.曼谷 Adbox 因其独特的当季企业家在创意夜市中表现而受到认可。两年前他来到新加坡，今天他来到了马来西亚。人挤人之外呢，其实吃每一个食物呢，后面每个人都是在排队着。如果要买一个很好吃的食物，真的是不简单。我们连喝果汁，我们都要排队，很多人。
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，这个就是这个 Unbox 呢，其中一个它最出名的东西就是它的。